各位同学，现在开始上课，请大家就坐。各位同学，今麦开始上课啊，请大家就，大家请坐。各位同学，今麦开始上课啊，大家请坐。各位议员，麻烦请尽快就座，谢谢。好，我们开始哦，最后一个小时。刚才有人跟我讲说，我讲的都没有重点呢，所以不知道怎么考试。我待会把重点复习一下，要不要？要。
比要刮痧的人更多。我刚才就在 找我的考题在哪里。来，我们还是回到看到我们这个讲义哈。来，我们看这一张图哈，你们手边讲义的第43、44页。来，这里是我们台湾政府的政府债务，各级政府债务未偿余额。一年以上非自偿性债务，什么叫非自偿性？没有办法自己有收入来 cover， 就是说，国道高速公路新借基金，他假设借了花了三百亿，可是这高速公路以后每天有人通车，那会收费进来，对不对？他可以自己偿还自己的债务，就自偿性债务，这种是。没有办法自偿的债务，我们有多少钱？请你看102年底，102年底全合计中央政府总预算里面的多少？51640是多少钱？5兆1640亿，零头给他，不要讲了，5兆1640亿，好亿哦，看右上角，单位是亿哦，亿。我们现在台到102年底，中央专国政府港救济，加上救济，加银行加恁家人救济，5兆1640亿。那你这个数字，请你翻到讲义第七页。第七个投影片最下面不是有一句话，好不好？有没有个51640？51640019，好不好？它只是这个时候单位是百万元，所以这个数字跟数字相符。那简单讲哈，我们还是回来看到34页，就是。我们看到民国88年的时候是谁？民国88年是李登辉，89年是陈水扁，就增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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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到到97年是马英九阿弟的增加。是他们主政的问题吗？不能全然这样讲，我们要平心静气讲。那是因为以前我们有些隐藏性债务，比如说每次选举找人年金增加，上面增加，然后公务人员退休18%，上面这些数字，我没有在怪任何一个族群的，是说这就是事实，所以他债务一直增加。可能也有物价水准，物价物价水准就反正直救济嘛，直救济，所以现在有5兆1640亿。那我们一年的收入多少？刚才上面讲，我们一年的收入是1兆7000亿，等于说，赚三年都卖开销都行不了。啊，这债务不可说不重。那我们看中央政府哦，那地方政府嘞？地方政府哈，直辖市欠了2000哈，51640的边啊，585833，5833亿哦。啊，各县市政府1847，所以财政部有委请财政专家
到全国每一个乡镇县市去看，说各地方政府有没有可能增加收入的可能性啊？比如说彰化县有没有什么公共的财产可以把它创造为收入？好啊，什么地方有没有什么？所以台湾的目标应该说，比如说我们有六个州，哦，哪一州？比如说台南州就是很多古迹文化，我们开始要收费。你知道外国人到台湾的泰鲁阁国家公园去入场券收多少？你知道不？那150块而已。你有没有去过中国大陆玩？中国大陆玩一张门票都收70块人民币、80块人民币、100多块人民币，这个样收呢？那我们应该收这个钱来支应这个国家公园的维护啊，应该收啊，使用者付费啊，无政府斗啊，你无收免啊？啊，到我来，你得加收一寡，什么关系？要不特工来啊，对不？啊，以他骂也没关系，反正他会回去啊。啊，对吧？有些收入应该要提高啊，有些支出要减少，啊，只是一个施政方针呢。啊，地方政府为什么借那么多钱哈？地方政府哈，比较收入少，他的支出里面可能70-80%都是付薪水的，不高啊。坡桥走路免讲啊，所以基本坡桥走路都上了一走，你知道不？嘉义行善团等民间团体，一个月200块，对吧？我迄天敲电话甲讲，我要寄付10万块，伊讲，阮无人管遐济呢。我讲，你逐个月叫我交捐200块，我逐个月拢爱走，你予我一摆捐较济好无？哦，这是咱的债务，你看，尤其县市政府，你看哦。乡镇公所从以前的六百七十多亿，一直降啊，你看很可怕，还降下来了。啊，这为什么降下来？它不是真正降下来，它是中央政府多拨钱给他，他才降下来。对啊，这可怕。如果你回到家，您太太或是您先生跟你讲，哎，咱家欠人遐侪钱，你一般你安怎，你知无？你安怎？啊，外面兼差，无啦，买炭回来啦。买炭回来比较快啦，你兼差要当时买炭回来。啊，没有做烤肉的生意啦。不要想太多，买炭回来。啊，所以这是我们面对的，可是这个数字就只有这样子吗？因为它每年会增加，啊，所以我们是不是付一笔保护费给别人啊？那我们就把国防预算删减，嗯，可能是一个方法，啊，我们再哈，没关系，反正吹牛不用打草稿。来，我们看下一页，35页。35页哈，我们大概留20分钟帮各位复习一下好了哈。你有看刚才的考题，如果不复习，可能还会买炭。来，你看，我们刚讲说我们的债务是5兆1640亿，占我们的 GDP 多少？中央政府，台湾占35%。美国占78%，日本占多少？200多%呢。德国55%，英国99%，韩国、新加坡。那你说新加坡是不是很危险？不会，因为新加坡那几年在大量建设，借钱来建设，所以他才创造更多的收入。那日本呢？反正弄欠国民的，他们也是拿后代的钱，你拿现在借钱来建设，让现在的人享受，让后代的人吃苦，哦，会有这个问题。啊，你说，所以我们只有35%，
所以很低，所以我们继续借，对不对？尽量开嘛，对不？没事呢，但不要危害自，我们没有办法创造更好的，至少我们不要让它更坏，啊，至少不要更坏。我十这边不知道有没有住在青青农场的人，我不知道哈。我十几年前听说 Seven Eleven 跟 Starbucks 星巴克跑到青青农场，我就不去了。我去那边是要图个安静，得个 key 啊。那你跟台北市怎么不一样？还是去那边买 Seven 还是买 Starbucks 有什么关系？我觉得那个都破坏掉。后来看到那个看见台湾那个空照图，心在滴血，对啊，哦，我们不要破坏它。咱阿公阿嬷祖先留予咱的所在，咱袂当该安尼该毁累吼。来，啊，这样看哈，这张表二十三十六页看什么？我们每一个人哈，如果这些五兆摊给我们每一个人哈，我们每个人要负担多少钱？24万，24万没有很多啊，是不是？问题是有小 baby 呀，啊，阿哥我有七八十岁啊，那如果算一算，你可能一个人要负担170-180万呢，啊，你看没？没啊，哦。所以我们要监督政府了，要监督政府，包括我们自己以后的民政府，我们要监督他，对不对？如果一开始没有制度的话，以后就救不回来了啦，真的。来，我们再看下一页，37页，跟别的国家比呢，台湾算少的吗？没错啊，我们台湾算少啊。可是这个有意义吗？我们还是要看台湾一个人有7000多块美金的负债，可是要跟我们的国民所得比啊。我们国民所得多少？18000多块而已啊。啊，人家有3000-3万多块，他负担一点没关系啊。所以绝对不要看一个数字，要看很多数字，好不好？啊，看很多数字都是谁的工作？经济学家的工作，啊，经济学家去分析。不过哈，如果有这么厉害的经济学家哈，就不会有金融风暴了，对不对？一个人的力量没有办法扭转世界乾坤呢。好，啊，为了这样子，为了怕政府债务不断上升，所以政府的债公债法。他是说，你当都要讲吼，预算有经常门跟资本门嘛，对不？经常门，你每天开门收的钱跟每天花的钱能够打平最好。那你如果要吼店面要够够啪卡碎耶，中红，这叫资本门。但是借钱是为了资本门的工作，不是为了经常门的工作。那你听好不？讲咱要扩张，还是要建设，这叫借钱无要紧。啊，薪水都无够，发薪水都无够，你借钱去发薪水，安尼都唔对。这每天要做事情，无底洞呐。所以伊就要意思讲，政府借钱用于公共政策吼，以调节资本支出为目的的。哦，所以侬借钱去起了。斗六那个县议会太可怕了，我看一下讲，迄内底唔知偌济，我也要洗咧。啊，阮家嘛无多好。啊，政府借钱他有还有上限，他说一年以上的公共债务吼，不能超过3年度 GDP 的50%，平均数的50%啊。啊，中央有限制，每个县市政府都有限制啊。待会你们是什么时候考试啊？今天晚上哦，会 open book 吗？不能 open book 哦。这边有会务人员吗？哦，没有，这样你们听不懂吗？
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考试不是很重要，没关系。后面哈是比较细的东西，我们不讲了，这个大家看一看就好了。刚才再讲一遍哈，政府去借钱，原则上是为了资本门才能借钱，而且借钱不是没有上限，它规定说借的钱的还没有已经借的跟现在要新借的总数加起来。总数哦，以前借的还没有还的，加上现在要借的，就是借完之后的总数不得超过过去三年 GDP 的平均数的50%。啊，其中中央政府不能超过40.6%，直辖市7.65%，那样。这嘛是从政治协商出来的东西了。好，我们走快一点哈，来。啊，考试如果考不好会怎么样？啊？会怎样？当掉会怎么样？重考呢？怎么样？收钱哦。拜托按下一好不好？这个有点故障。再下一页。来，我们讲台湾的税，简单讲一下就好哦。为什么收税？因为你在台湾吃喝拉撒，享受高速公路，你享受教育，你享受国防，你享受外交所进出口所带来的好处，间接或直接受到税要跟你收钱哈。那我们台湾有多少税？没啦没啦，那蒋介石的时代哪有说万万万岁，现在没万万岁了啦。蒋介石来，国税是11种，是所得税、营业税、遗产赠与税和货物税，这税都进入中央政府抽走，原则上中央政府去用，但是它有一小部分会拨给地方政府。好，简单讲，地税、地方税是印花税、使用牌照税、地价税、房屋税、娱乐税，这原则上是地方政府拿走，它只有一小部分上缴。各地乡政府，它其实可以很大一个是调高地价，或是提供房屋限值，就可以把地价税跟房屋税多收一点回来。可是因为台湾的政治每4年都要选举一次，所以县市政府没有人愿意去把地价跟房屋的价值提高来增加税收，他只要一提高，他就下一次一定不会当选。但是土地价值就是提高，啊，因为人都是自私的，每一个人都是自私的，包括我在内，因为我们不是神，所以都是自私的，所以要多缴税，没有人愿意。有没有人愿意多缴税？只有财政部长说，张忠谋说，张忠谋说，我不是这样说。好，是会这样，对不对？好，大家有这些东西。这只是一个税务负担，这款看过就好了哈。我们看房屋税好了，我们看第47页往后。房屋税，
你的房屋是住家用，而且是自住，税率是1%。这很重要，这一题好像有。政府最近报纸上在写说，如果每一个人有三户以上的第四户，就要提高2倍嘛，对不对？很奇怪呢，我有钱，我不要买股票，我只是买房地产。我存钱，我可能买股票啊，也可能买房地产啊。结果买股票超过一年，有赚钱可以减半，我房子住了10年，你还扣我重税，好，他这个都要检讨的。来，我们复习一下重点好了的哈。我们在这边辛苦了3个半小时，而且热得要死，包括你们和我们。我看今天瘦了1公斤，老瓜。我有一次去上课哈。还没上课，就有一个那个学员小姐坐在那边，我就看她脸色苍白，我就一直看她，她后来真的就趴下去了，她就昏倒了。啊，那时候我想，我那时候想，本来想拿我的刮痧棒去按她人中，当昏倒吼按人中，咔断那个，嘟了也扯起来。可是后来她有一个她先生在旁边，赶快把她走，还好我没去按，不然被她先生打。你干嘛救他？你干嘛救他？那就完蛋了。来，我们看，直接看讲义哈，不要管电脑，请你打开讲义的第一。来，我们现在复习重点，好，复习重点，你看你的讲义就好了。我们看讲义第三页，投影片第三页。来，我们看第一个公式啊 ，GDP。是等于什么？支出面，消费加储蓄、投资跟储蓄嘛，哈，再加上政府，再加上什么？出口，出口就见赚钱嘛，对不对？第三张投影片你们看到？好 ，GDP 等于什么？消费加上投资，加上政府，加上出口。为什么是出口？是就加，出口就会赚钱进来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进口呢，就钱给别人嘛。好，请问你，出口增加的时候 ，GDP 会增加还是减少？出口增加的时候 ，GDP 会增加减少？增加。好，这样知道了吗？这样两题的。别人有讲啊。不是，出口增加 GDP 会怎么样？好，他们讲我没有讲。那问你哈，政府如果多课税，好，在这公司里面，政府多跟你拿1块钱的税 ，GDP 会不会增加？会不会？在会不会？会也有说不会。政府好，听我讲哦，政府多从你的口袋拿1块钱到政府的口袋，这时候 GDP 会不会增加？不会啦，是你口袋的钱被政府拿过来放到他口袋。你的消费少1块钱，政府多1块钱。增加之后是政府把你的钱拿完之后，再去借钱来
投资的时候才会增加，好不好？政府支出的时候才会增加，政府给你拿钱的时候不会增加。那他那个题目是这样出，就是说，这个公式里面有五个数字嘛，对不对？消费加投资加上政府支出加上进口，减掉加上出口减掉进口，他说这五个里面当这其他的不变，就其他的数字不变的时候，当这个增加的时候 ，GDP 会增加减少？这样听不听得懂？你就把这个公式记在脑袋里面，就是说。假设十块加十块加十块，加上五块减掉三块，这样想好了。他说，出口增加，其他数字不动的时候，出口增加的时候 ，GDP 会不会增加？会，好不好？那进口增加的时候 ，GDP 会不会增加？不会，是减少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政府如果多给你课一块钱的税 ，GDP， 他说。其他数字不变的时候，政府多帮你课一块税 ，GDP 会增加减少？减少，因为把你钱拿走了。好，好。哦，题目怎么那么多？题目不是我要出这么多，是主办单位叫我出多一点，所以不要怪我。要不要答案？其实我现在是没有很想来教，所以我就是告诉你们答案好了。好，其他情况不变的时候，人民增加储蓄。GDP 会不会增加？会啊、哦，其他数字不变啊。其实真正情况是数字，其他数字会变。我说假设其他数字不变的时候，储蓄增加，投资增加 ，GDP 会不会增加？会，好不好？好、哦、啊，我们看第五页。讲义第五页，你看哈、哦，这里哈、哦、讲台湾电力公司哈、哦，跟大学的校务基金都是以，比如台电公司是经济部的。附属单位的预算编制的，它不是一个单位，它只是经济部的一个附属单位，好不好？附属单位，啊，你对打龙扣七八会变乱？啊？考卷不是我改的哦，我是把答案告诉主办单位。中央银行的预算是用单位预算编制的吗？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我也不知道。题目不是我出的。看第十七页。刚才讲台电是用附属单位的预算编制，对不对？那第十七页有没有？十七页，十七页第一行是什么？中央银行。啊，台电第几行？好。啊，台电是附属单位，啊，中央银行是什么？也是附属单位啊，对不对？
就是经济部或者是行政院下面的附属单位了。来，那我问你，这些是有些是经济部附属或是交通部附属的单位，这附属单位嘛，哈。那请问你，那内政部是什么？内政部是不是附属单位？不是，内政部自己是预算单位。内政部自己是预算单位，交通部自己是预算单位，经济部自己是预算单位，只是这些有对外有直接编列收入的这种，它下面管辖的叫做附属单位。像台湾大学、台大医院什么，国立台湾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呢，所以台大的预算要经过立法院，是因为教育部下面有一个台湾大学下面，所以台湾大学其实是教育部的附属单位了啦，你知道吗？来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。第七页，哦，我没有看过比你们更认真的学生。我三月份去教中国科技大学学生，十点钟上课，学生都是十点二十、十点三十才进来，进来之后一半趴着睡觉。我再怎么生动的讲法，他们都睡觉。他问他。请问你们晚上两点以前睡觉的举手，三十几个人只有一个人举手。我说你们参加学运吗？没有，全部在网路上，所以你们的你的子孙都是这样啦，很可怜。我们孩子怎么呢？我们孩子呢？台大也不好，同样什么大都同样，每一个人都是一两点都在网路上，太早去睡觉会朋友笑。十一点钟，十一点走肝经，一点钟走胆经，不睡觉，第二天起来都。所以你们哦，让我虽然我没有讲得很好，但是让我很有成就感。啊好，待会每个人刮刷两次。来，什么收入最多？第八页，全国的收入里面，什么收入最大宗？税负收入最多，啊，什么支出最多？下一页，社会福利最多，收最多就是税，啊，花最多就是社会福利，不管你有没有感受，不要跟题目过不去。来，我们来看来，我们说各单位哈。看第五页好了，第五页，什么叫预算？政府为推行政务、达成施政目标所定的财务计划，哈，财务计划不是财政计划，是财务计划。来，我们再看第十二页，你们听完。吃晚饭就不要再看了，听完这二十分钟，一定六十分。那你知道不？
来这受训，搁爱北食饭，爱去想这個，无病无健康，为着台湾，无甲咱的身体泡歹，对不？来，我无要选总统，无选无安尼。阮朋友拢讲，你去选总统，我讲你讲的哦，来，先五十万来，哦，无你用讲的，要小孩来。各单位提出来叫做什么概算？概算，内政部提出来叫概算，经过行政院同意叫什么预算案？预算案案就是什么草拟的意思而已，送到立法院通过叫什么法定预算？所以预算案预算还在行政院叫什么预算案？那送到立法院还没有通过，还是叫预算案？但是预算案被立法院通过叫什么法定预算，好不好？你知道不？这条跟他无好像有啊，没有考出来不要骂人。来，咱来讲吼，来，请问你预算不够怎么办？追加预算，好。什么时候要特别预算？所以说，921这款叫特别预算就对了。SARS 特别预算。特别的才叫特别预算，普通的开叫什么追加预算啊？你听有无？嗨，什么？对，就是天灾地变无达工有啦，圣诞水小灾去都打掉啦，一关灾有叫特别预算，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的时候叫做追加预算。可是追加预算，请看32页。追加预算有什么？也不是你想要加就加，什么？增加法律所增加的业务，法律所增加的机关，或者是所办因重大事故超过法定预算。这个重大事故跟前后面讲那个特别不一样哦，这个不一样哦，那没关系，反正。啊，地震当初消费券是什么预算？追加预算还是特别预算？啊，如果以后消费券每年都发，叫什么算？算什么预算？刚才讲消费券3600是特别预算，对不对？没错嘛，讲义这样写的嘛，对不对？讲义是我编的，一定不会错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但是以后消费券每年都发，叫什么预算？经常预算了，对吧？好不好？哦，如果台湾的大学生跟你们一样认真，台湾有救了。今天我去东吴大学、文化大学，赶快的呢，一半你睏呢，一半你睏，一半你发电脑，奇怪，咱都无用电脑嘛，是过啊足好诶。歹势，恁的子孙拢安尼啦，大家拢安尼啦。所以你不用着急，反正都是一样一样这样子，所以好坏也差不多。台大医学院的嘛，是赶快嘞。来，我们再回到。我们再回到第二页，第二页哈，来，你不用看，我不要投影片，不要跳下去。第二页，
GDP 跟 GNP 有什么不一样？ GNP 是把你在 GDP 是 domestic， 就是国内，在国内所产生的利益叫 GDP， 但是你有跟国外进出口贸易，在国外有投资，外国人来投资叫 GNP 的哈。请问你，台湾人去海外投资所赚的钱拿回台湾，会不会增加台湾的 GDP？ 会不会？原则上不会。不是这样讲，就是说它会不会算入我们的 GDP 是不会的，会不会计算 GDP 是不会，因为他去国外赚钱，那个钱赚的多赚的钱拿回台湾，他不是在国内所赚的 GDP 是不会算的，可是他会算到 GNP。好不好？哦，我们有一题类似的哈。但是台湾的外劳哈，我们台湾有很多外劳，外劳在台湾提供工作所赚的薪水，算不算我们的 GDP？ 算，算。它是在我们国内的市场，还是看哦，请看哦。第一个 GDP 是在国内这个市场，他没有说我国国民哦，在我台湾台澎金马这里面所产生的货品跟劳务的价值都是 GDP 的。我们不要歧视外国人，不过台湾的人哦，对外国人真的很好，哦。但是不要被外国人欺负了，对不对？拉法院开到菲律宾就给他砰砰两下，对不对？我们上次拉法院不是开到菲律宾的吗？给他砰两下，不然不知道飞弹好不好啊，对不对？打看看嘛。政府预算几年一次？一年一次哈。啊，现在政府的会计年度是几月制？一月到十二月，这叫一月制，对不对？第十四页，待会哈，我们下课之后，你就抱着愉快的心情去外面吹风，就不要管这个东西，听别的课，吃饱饭去考试，愉快的考试，哦，不要把这个考试当作一个很大的负担，这样我对你们过意不去，哦，好不好？我连刚多少度，你出的什么题目？你好大麦来搞研究，你要试看麦。绝对让你去到安怎樣，对，冇，题目是顶礼拜老师出的，不是我出的，把责任推给别人，这就是领导者所应该要做的事情。那你政府领导者不是弄安呢？来，第十四页，看继续经费是依设定的条件跟期限。分期继续支用，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教育部五年五百亿顶尖大学计划，它的一既定的条件是什么？顶尖大学年限是什么？五年。好，这继续经费啊，那它跟法定经费什么不一样？一设定的条件，比如条件符合一定年纪的老人年金啊，这种就是政府就要花的啊，这两个不一样哈。嘿，再一次哦，来，教育部有五年五百亿的顶尖大学计划，要花五百亿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一直编了五年，第一年花一百亿，第二年一百亿，第三年一百亿，连续五年。
这叫什么？继续经费。一定的条件是什么？他说一设定的条件是什么？顶尖大学啊，期限是什么？五年，这种叫做继续经费。啊，第二种是法定经费的，就是说法律上说政府每年要提拨百分之几的经费工作老人年金，这法律已经有的，这个都不用立法委员审的，就一定要定到法律里面去。是你都你不把它编都没塞，你一定要编进去，就是法律已经规定要定进去的东西，就法定经费都丢啊啊，18%就是啊，18%应该是吧，我嘛唔知，我唔知，我无念过，我唔知，应该是吧，我唔知，我唔知，18%哈，就是最明显的错误的决策大于贪污啦。以前12%的时候，你定18%，你不能这样定，你要说是当基本放款利率的1.2倍啊，1.3倍，你把它定死嘛？这个降下来2%的时候，你也是多啊，啊怎么定18%？啊不阿多，迄阵就是啊，唔知啦。如果每一个人都少一点自私，每一个人都付出自己可以多付出的一点，我们都会提升。每个人的自私多一点，每个人付出都比他能力少一点，那这样社会就退步。那你啊，人不自私哦，天诛地灭。题目有这题没有？政府哈有去投资，政府有时候去投资嘛哈，叫资本门支出，对不对？但是资本门的支出以后的收入，资本门支出的投资后来有收入，叫经常门收入还是资本门收入？资本门嘛哈，出去是资本门，回来是资本门，就跟哆啦 A 梦那个门一样，进去出来一样。啊，行政院说我今年要花1兆5000万，1兆5000亿，立法院可不可以说你花的不够，你应该多花一点，可不可以？不可以。好啊，这个你们都知道。哎，很难得在2点到4点这么热的天气，你们还知道这个答案哈，哇喇叭塞啊，鼓励一下。哦，台湾努力哦，足水耶！来来来来来来，大家都讲完了，来，有一些哦。比较难的我就不讲，你不要，我为了让你们不考100分，所以不讲了。来，那个我们刚才讲的第一预备金在哪里？16页。第一预备金不得超过什么？超过什么的1%的？经常支出的1%，好不好？刚才我们有讲中央银行的预算哈。再强调一次，它是
特总预算里面的营业预算。那个麻烦刚才中央政府、中央银行的那个预算，不对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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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请你看。17页，17页，中央银行预算是什么？是政府里面的特种基金里面属于营业部分的，好不好？特种基金里面的营业部分，不是特种行业哦，不要想太多。再看16页，16页。第一预备金是1%，对不对？那第二预备金是什么？第二预备金是在总预算里面写。第一预备金是各单位可以编第一预备金，第二预备金都是中央政府在control的总预算里面，那是财政状况去编列哈。来，我们看50页，50页，对不起，超过一点10页。没事呢，每当我的口气，为不能自己自私的利益，就妨碍同学的下课。哎、欸，恁大家假嘴假大的会所，干嘛你听惊口气？是非都是圈个叉猜看看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一二三四都给你试看麦嘛，被隔壁无就比你比较厉害啦，莫看隔壁。来看这一页，50页。台湾，我们看102年度，台湾哪一种税的税收最高？综合所得税有没有3922？看到没有？102年度，台湾的税收里面哪一种税的税收最多？综合所得税。刚才讲年度结束后，我的预算要给立法院审，对不对？但是年度后我要交给谁审？监察院啊。年度后多久给监察院审？4个月，有没有？我当初给立法院审完之后叫法定预算，我就开始去执行了嘛，对不对？执行完之后的次一年度要再去给监察院审，对不对？几个月？4个月。我说给这个人审啊，最后给这个人看，他干嘛丢？我跟平常跟这个人报告，最后加薪水是这个人，怎么办？那、啊、其实他们同一个人吗？不是啊，好不好？这国父五权宪法跟人不一样。重大公共工程建设编列预算几年后不动之就要重新编列，4年哦。刚才讲过，政府借钱的上限是多少？过去平均3年 GDP 平均数的50%。好，其他扣掉太油，不要插他。遗产税现在税率多少？对，哪一位答得对？那表示一定有想过这个问题。啊，10%啦，10%啦。
较早48、58、68、68，这样加到10%去啊。遗产赠与税，啊，即卖营业税几趴？5%。自用住宅的土地增值税税率是多少？土地增值税10%。遗产税10%，自用住宅土地增值税10%，营业税5%，这三条。啊？再讲一遍。遗产税、赠与税10%，自用住宅的土地增值税10%，我们买东西买一杯水，营业税5%，三条拢有扣。啊，无逐条讲，啊，差60分以上无问题，好不好？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。各位同心。